上课喽。来，何佑伟。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是一个艺术家，他每天……骗人！你爸明明就是在养过台啦。不敢这样说话。大家刚刚都有听到老师说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着老师。好。那靠靠你，来，不给爸爸。怎么了？爸爸，你把个字先不到好不？那你不用工资，爸爸可以看一下吗？啊，不然你的同学，他们的爸爸都做什么？有的在银行，有叫站站长，有厂长，也有。开挖土机的，还有在区公所上班的，可是他们都不想跟我做朋友。爸爸帮你做一个好朋友，好不好？好。阿青啊，我来接你了，哦，我去门口去做哈。头家你好，哎你好，有代志想要跟你请教。我丈人吼，伊一世人我伫咧银行做服务，我本身嘛是啊，我就想讲要订做一间银行送给伊。那阿你讲，啊，这是我的卡多拉库，这是拢较传统的啦。阿公喜欢绿色，阿公喜欢绿色，要有一点绿色，很大间的那一种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想要银行的嘛，银行的款式。我头家就麻烦你啊。嗯，好，这边走了，拜拜，跟叔叔拜拜，对，拜拜。头家谢谢，哎，顺便。你干嘛躲起来？你上班了呀？爸爸过两天要去他们家，哦，就是要做一个很大很大很气派啊，有一点绿色的那个银行。但是爸爸可能人手不够，你愿意帮我倒卡去吗？哎，给我小心，站好，你看他要投资，我负责。你把我往那边。阿伟啊，负责阿伟。他被我涂了来吃了。要把它烧掉。对啊，那你的同学阿公不是在天堂吗？我们要找一个好日子，然后把它烧掉，那在天堂阿公才会收到啊。什么都会做，真的吗？我也有帮忙。飞机也可以吗？电脑也会做吗？挖土机也可以吗？电风扇也可以吗？餐厅也会做吗？该不会连区公所都做得出来吧？
帮我等一下放学，我带你们去找我爸爸。好。我想要 iPad、Switch 跟 PS 五六七八九。我要重机。我要钢琴。阿伟回来了。我带同学来了。好啊，因为这个啊，是我们啊，就是要给。